今天是3月19号下午2点20分，我今天要去拍一个新的短片，今天是第一天。今天上午呢，跟我的孩子，跟我老二Chris 就拍了一个 self tape， 那是一个 feature film 啊，我们在试镜，刚好有两个角色是我儿子的那个年龄和我的，然后我们就试了，然后接着完了之后我们还去打了一下球啊之类的，完了到现在吃完午饭我们就要出发了。这次我要演什么呢？这次啊，又是一个爸爸，也是个父亲，女儿的话有20岁了，然后啊，我跟他的妈妈离婚了，然后对他呢就变得不太好了，甚至是有点残忍，嗯，对他有一点家暴的意思，又是演一个坏爸爸。还有2分钟就到了，已经迟到了。这场戏是一个婚礼的礼堂，有很多群演，嗯，怎么有黑的线是吗？啊，但是会插出来的。我之前画过一个很老的，简直就是一层皮，那个几乎是全部对，然后再吹。对，你这个是只是部分是吧？对。化妆师让我挤眉弄眼一下，因为他上了胶嘛，然后再皱一下的话就把它给那个弄出来。是个老年妆，哼，一进来就先化了妆，现在下去就是 backstage 这首歌剧场。Got the focus? Okay, 3, 2, 1, action!群演真的很多是吧？看哥哥都还挺专业的，其实好多都是在 LA 的那个就是有演员梦想的，他们不断的在每一天去参加各种的拍摄，不管是群演还是那种其他的角色。Okay, it's okay.
Thank you。不爽这个观众的群演啊，这个 scene 之后他们就 rock。这个剧场虽然非常小，但是非常精致，非常漂亮。我们从外面看，然后再带大家进去一些个部分，包括楼上都去看一下。啊，这个小剧场还是挺不错的，那么小，但是还有这种包厢啊。嗯，你看看，给大家参观一下。哇，哇，还有一个 bar， 还有个有钢琴。嗯，你看坐在这里看 ，OK， cool。这边还有沙发，带大家享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哦，这个他说是个 family 的 theater， 所以是一个小型，但是是很温馨的。嗯，for the safety。坐在这里 ，box seat， 这是 box seat，box seat 427 ，Beatles， 梦露，这个是谁？前置了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摄影的这个作者。哇，我发现这里越来越多宝贝。你看，刚才在门口看到那个滚石 The Rolling Stone， 然后这是Eagles。Oh, they're looking for you. I'm looking for them. Nicole, you looking for me?所以这里经常会有这个乐队，摇滚乐队的那个演出，他们是在致敬这些乐队，可能演唱他们的歌。Rod Stewart， 我的信很快就要开始拍了，我先进去看看。最好一条过啊，要不然这个多试几次比较好啊。王老师，最后一条经验更足了，说，还一个人还真搞不了，妈扔一下是吧？导演出手，来，再来一点，哦，四，要高一点，要高一点，看着，二，三，四。我一吐，嗯哼 ，OK， 一再试一下。我们来吧，大家。Daddy stop here. Lucy walking. Lights up. OK. Ball.今天八点钟啊，不到就 wrap， 就是今天拍完了。然后我的戏挺少的，主要是女儿演员她的戏比较多。然后画面感觉挺好的，就是有很多意象的东西，黑天鹅的那种味道啊，还有黑天鹅的羽毛从舞台上降下来啊。挺好的，然后我们明天继续第二天，拜拜，晚安。